正青春的我们，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。毕业了，总想着和朋友们去疯去浪；有驾照了，总想着开车带他去天涯海角。新生命的到来，总想着给他更体贴的承诺，带孩子去更广阔的世界探索，总嚷着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现实却让我们一等再等，我们总是在等待中错过着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，等到最初的憧憬和承诺随着时间渐行渐远。等下次，等将来，等有时间了，等有车了。等待也许是因为我们相信未来肯定会更好，等待也许是因为我们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，但却忘了珍惜现在才是生活最好的姿态。旅行不是看天脸色的择日出发，而是现在就要给世界一点说走就走的颜色瞧瞧。浪漫不是朋友圈里你侬我侬的憧憬未来，而是现在就要去肆无忌惮的晒着恩爱。承诺不是看将来是否能兑现多少，而是看现在就要去实现多少。宝骏310，它实现了我们对一辆性价比好车的无数期待，它让有颜有范的有车生活轻松到来。因为它，旅行不必再犹豫；因为它，承诺不必再搁置。宝骏310，不等待，就现在。